头痛啊，头痛。我看到那个三峡大坝，拼命在往下放水啊。这边也是水，那边也是水，中间那个就喷了，拼命在放水啊，拼命在放水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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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像机器一样，哇哇哇，那呼啸声呐，呼啸声呐，呼啸声呐，拼命在放水啊，拼命在放水啊。后面感觉有那个18000的那个追兵呢，就在后面追呀。后面就18000的追兵，就在后面追呀。这边在放水呀，放水呀，放水呀。这个时候是人家恨呐，恨不得没有这个坝呀，没有这个坝，没有这个坝，都就简直来不及放水了。没有这个坝，都基本上就来不及放水了。没有这个坝，都基本上来不及放水了。现在又拦了一个坝，干着急啊，干着急啊。那个大坝后面的水位在一点点上升，一点点上升，一点点上升，一点点上升了，一点点上升了，一点点上升。你再怎么放啊，那个坝里边呢，还是水位在提高呀，还是在提高啊。人呢，急得感觉，急得那个感觉，看到那个这，急得要正在高血压，要血，脑血管都要爆了呀，急得脑血管都要爆了，急得脑血管都要爆呀，哎，脑血管都要爆了，恨不得就马上把它炸掉呀，恨不得马上把它炸掉呀。甚至想啊，我炸掉的还说起来体面一点，摄影明星呢，摄影明星呢，干脆把它炸了，恨不得。但是啊，脸上挂不住啊，脸上挂不住啊，这是一个伪光正的，一个万年大计的一个大事业啊，怎么能说才3年4年还都不到，就把它炸了呢？怎么3年都不到就可以炸了呢？这个伪光正呢，到底这个面子重要？这个面子重要，还是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重要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当局者决策的脑袋，每个人都凝固了呀，脑袋每个人都凝固了呀。也就是说啊，像这种情况下，谁能够下得了决心，到底干与不干，炸还不炸，到底怎么搞？只有邓小平，邓小平什么都干得出来，其他人谁也没有这个胆量。谁也没有这个能量，最后的结果就不去管它，炸，那就意味着彻底没了，会成为人家的耻笑。留着，说不定还有一些的希望，还有一些的地方停在那边，最后他们决策下来啊，原地不动，赶快放水，原地不动，赶快放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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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管放水，炸就别想了。拆也别想了，好，就这样已经定好了，这个策略已经定好了，谁也不许变卦，定好了，谁也不许变卦，谁也不许变卦。后面的事就叫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，好，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，哦，听天由命。